咱大家拢坐较头前的吼，坐较头前的来较会了解吼。拢坐来头前。啊有带电脑来的吼，你电脑会使开机吼，啊我讲到遐，恁会使上网去看。因为我伫研究所咧上课的时啊，我希望我的研究生拢带电脑来。哦，各位同心，那我们就开始上闭幕式哈。这节闭幕式由我们的参议院张文彦张议长带来演讲，好，请用掌声欢迎，谢谢。感谢大家来参加。咱要行的路，目标是要甲流氓政府，请伊去金门妈祖平潭岛，是毋是？这三天来所上的课，大家唔知有清楚无？安尼足感恩啦！咱就是有这个福气，才会听到啊，台湾民政府这个见证法啊，秘书长有咧讲见证法，恁来加。所谓三天来有两个铁律，讲见证法内底是咧讲什么？第一就讲，咱来学习一下，占领会使移转主权未？未使哩嘛吼，啊，过来。流氓会使就地合法的，袂使哩嘛吼。昨新闻可能有出来，讲双向言呐，底下咧升，迄条车轮牌旗啊啦，有啊无？有嘛吼？是安怎要升？恁大家会思考。我看有诶讲师，说不定我讲过啊，秘书长也有讲过。我哪会要阁提出这个问题给大家？因为伊已经无法度啊。依照战争法，迄、那个旗啊根本就无效啦。咱拜托咱的啊同心啊服务的同心吼，咱马英九的就职典礼，伊是用多一个旗啊就好啊。咱来甲，互啊大家看卖这里。啊，咱来马英九。咧就职典礼的旗啊，哦，咱来啊，予大家看卖者。敢这支，这支对唔对？伊挂啥物？挂这支啦。这就是5月20号在啊。总统府啊，这个内底啊，介绍堂内底啊，啊旗啊，哪会挂这支？我即马就是要讲这个重点，予大家知影。有人看到无？是安怎无共？
啊，对啊，你爱讲理由出来啊，伊哪要挂这支？无啦，啊，恁报纸顶出来，啊，恁有去看到无？本土台湾人有去反省无？对啊，啊，就讲百姓嘛，对啊，大家无关心嘛。哦，啊，所以讲，大家福气啦。因为恁来遮啊，三天才会了解足清楚。你看，伊上尾里面，伊来创这个局啊，甲双向缘是生的是生，都是局局啊嘞，生这个局啊。好，大家好去思考啊。这就是要跟大家说，咱一定爱我足这个有这个敏感，了解这个情形。大家一定要问嘛，伊甲美国讲，我若要来做民政府啦，我阿爸要用这支啦。啊，安尼啊。啊！伊伫双向缘，即个升起就无路用啊！伊若要甲美国要求，即个动机伫倒？来，咱本来啊要麻烦来分一个，就是测验我们那个民意测验的资料，咱大家来探讨一下。吼、哦，啊，一个人摕一张。哦，一个人摕一张，啊，咱这未交出来啦，叫做测验啦，民意调查的测验啦，予大家搁较清楚，因为有这两支，予大家去思考。哦，安尼。大家都足清楚啊！即马吼，利用十分钟，你家己认为安怎？你甲写写咧，甲考考咧，因为我提这个做开场白啦，做开场白啦，啊，再过咱再过来讲落啊。安尼，大家即马开始，你。咱这也无要讲吼，啊！你认为安怎？咱较早啊，接过来说明一下。吼、哦，你即马因为咱读过三工啊，啊，足清楚。吼、哦，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咱较国防部较上好，啊，甲。国务院较无上好，国务院甲迄个要做迄个流亡政府有较伊要几百年啊嘛，的关系嘛，所以因较上好，所以现在啊，我提这个例子，伊遐升的是升这个。伊唔敢升这个啦，伊唔敢升这个啦，伊唔敢升这个，伊安怎唔敢升这个？伊讲，哎，啊，都有台湾民政府啊，伊那要准你，你这按照战争法，伊都无法度就地合法。咱确定按这个补充这个例子来甲大家讲。啊，现在摕到这张，你所知啊，你家。写写嘞，啊，予大家会足清楚啊，吼、哦、啊，有无摕到的人，哦，你有诶有无摕到的人，都啊去确定，好、哦、去报吼，歹势吼。啊，不要紧，你家己
家己写，咱这就是要让大家足清楚，因为安怎讲，这叫做啥？名义啊，咱的标题叫做啥？名义啊，调查测验，因为咱来这读啊，三天啊，啊你感想安怎？啊，测验这里，哦，啊，当然，这话有好大家标准答案。哦，这有好大家标准答案哈、哦。啊，不要紧，啊，咱先这里好大家做参考。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咱要把答案啊公布出来，予大家啊知影这里。后来咱才麻烦。这个就是美国，咱去加啊。高等啊，迄、那个叫做高等法院判决以后，啊，今年派这个叫做副检察长来甲咱关心，伊发现着讲，遐久啊，咱奈也未完成，到底是虾米原因？要来了解者。好、哦，啊！伊阁去联邦政府问联邦政府有啥物意见无？联邦政府干那讲，看会阁予因延一日无，较慢一日无。啊！伊讲，啊未，若要较慢一日要安怎？伊讲，我阁甲恁买。军舰，甲恁买飞机，佮甲恁买武器。啊，当然，美国伊主要伊是啥？伊爱啥？伊个利益尔嘛。好啦，佮卖你啦。唔只最近只奥巴马佮签你佮卖。啊，这就是啥物情形？这就是。因为这个国防部甲这个啊，我们所讲的，就是国务院两个无啥投机啦，啊无啥投机，啊要安怎解决？啊，咱就是正确的啊，伊讲啊无安尼，咱来。民意调查的咧，所以这都足重要的。啊，因为要民意调查，啊，咱十二月把它泄题，有啊无？有泄题啊无？大家提来报纸，提来看卖咧。好、哦，
啊，报纸显微看卖，因车紧张啦，啊，紧张要安怎？甲美国讲，安尼哪会杀你？我飞行机啊，要甲恁买，存干嘛？甲恁买啊，钱也付啊，啊，无行我搁延者，要哪会杀你？啊，你这个题目搁泄题出来，安尼因一问见啊。啊，民意调查啊，因包四个啊，伊讲啊，无要安怎？国务院讲啊，无一月初机仔，互阮升去哩。国务院讲，这支机仔头拄啊，互大家看，迄支机仔都无效啊，世界无升哩咩啊？讲好啊，无你去升迄支机啊，这是我的判断啦。安尼唔知有清楚无？哦，这我来判，啊，伊是啥？要拖时间拖较慢的，要互人问见啊，互大家搁一个幻想讲，这个流亡政府还存在啦。实际上，伫美国，你若要去美国，迄个叫做要去申请，伊叫做啊，迄个美国网站里面。根本找不到中华民国啦，安尼大家清楚无？好，安尼人若要问，一定恁转去，一定真济人会讲到啥？会讲恁来遮互骗去啊嘛吼，啊，迄个机啊要升起来嘛，好，啊，你要安怎甲讲？你着甲讲。啊，恁唔知啊？迄、那个做2012年5月20日，恁迄期伊伫总统府出来迄个期啊，恁有看到无？因家己都无爱滴啊！啊，你升起哩？有啥物？迄就是咧，搁咧骗咱遮个只老百姓啦、啊！安尼大家有清楚无？安尼等下我会也要解释啊嘛吼，嘿，安尼这就是，嘿，会使甲大家讲个清楚。好，啊，咱遮过来看一下吼，再看一下，吼，这里当然以我来讲，啊，秘书长伊用的是牛甲牛生出来就是牛嘛。我就是讲，我安怎解释？我甲讲，我叫阮老爸叫奥多桑，叫阮老母叫卡匠。啊，我到底是虾米人？安尼就好啊。哦，我叫奥多桑啊。啊，阮老母甲叫讲呼苗呼苗，我。日本讲叫做迄个九虎米黑口文啊，叫出虎米啦。哦，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未？哦，啊，所以讲，我一个足好的朋友，迄是我的学长，但是伊摕到教授的时间比我较晚足济咧。我摕到教授的时间比较差，因为我足尊敬我。我若去台中，伊就会去甲我载，伊讲丁教授啊，你哪会咧变遐有空无算的啊？会甲我这个指责啦，我甲讲我哪咧变有空无算的？啊，恁拢是要做啥？甲我搁讲啥？讲咱哦为背叛祖先，我讲哪会背叛祖先？我怎回去？即马吼，咱伫庄卡拢，迄个要做啥？诶，唔是迄个网吼，较早诶网拢清清起来对无？即马拢进塔对无？我去阮祖先诶塔里面皇宫庵，迄个叫做庵啊吼，叫过来庵啊吼，去甲看吼，嘿，干哪？两个皇宫阿妈写啥？唐三祖啦，
登山做，干咱两个尔呢，遐我可能七八个吼，啊看两个，啊没有看到唐三妈啦。你若有唐三祖，应该都要有唐三妈嘛，登山妈嘛，啊无啊，啊就是迄以前较早拢罗汉卡登山讲过台湾嘛，啊来到遮甲平埔族的安怎结婚嘛，啊毋则讲无去提大位，啊阮老母。过身说叫我就要去请阮母姑来啦，啊，这就是确实啦，阮母姑来才会使封顶呢。这是风俗，中国有这风俗无？无啦。安尼恁什么人？人母姑坐大位的，恁拢是平埔族的后裔啦。啊，我个。马街林玛丽做啊 DNA 的检验，证实了台湾10%啊，迄、那个做啊，伊个数据有出来哦，啊，因为数据大家会使去上网去马街啊，医生林玛丽，那么 DNA 的鉴定，随上去查，足清楚。80%拢是啥平埔族的人，安尼我有违背我的祖先无？无啊，啊因为伊，因为有一摆我去伊遐，伊甲我招去哦，伊伫台中啊，招去哦，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请迄、那个查某的，就怕做足久啊，啊，莫讲伊个名，啊，都无法度因是足，啊，当然查出来拢有18%嘛，因某也18%嘛，啊，所以讲，假讲丁教授话，啊，你当时咧武遐有扛无算，要创啥？哦，啊，我，所以。甲大家讲遮，啊！若大家要了解我，我足简单，上网，我迄个名甲拍咧，阁加两教授也会看到我的资料。吼、哦，这都，一课表内底吼，吼、哦、啊，上网去，吼、哦，干那张文彦教授，因为张文彦我猜是个名啦，啊，加两字就会了解，看到我的资料。啊，这大家按照第一条，大家就足清楚啊。哦，咱啊唔是啊，都唔是迄、那个因迄、那个日本天皇，因为底下八月十五啊，1945年8月15投两个啊，比长崎啊啊，伊啊底下投原子炸弹啊，日本天皇惊到啊，讲我呐。伊唔知道有几粒，我若唔投降，一个所在拢甲你结结落，啊，我才会灭宗，才灭族呢。迄、那个这个族日本族才灭无去呢。啊，所以惊着讲啊投降，吼啊这啊这个啊这个就是迄阵啊，拄啊投降以后啊，这个时间点啊是这个9月7日啊，因家。派啊，要来接收啊！这吼，那依照这个历史来讲吼，中国跟日本打仗，拢战输啦。讲有一个讲，伊叫做打败仗的战胜国。好、哦，这打败仗啊，但是。迄、那个门清美丽教的啊，头拄啊啊，咱东青伫啊咧啊外口咧讲啊美丽教来苦秀来添炸弹，啊拢大家拢咧避风过河，
怪种人话庇护掉啊。哦，啊，这就是美军来轰炸，啊，轰炸啊，都啊过去轰炸原子大战啊，伊只咱迄阵啊，都是日本时代的人。迄阵啊咧发生战争，日本政府也都蛮照顾本土台湾人的，拢是配置呢，我有互恁。迄、那个粮食配置予恁嘞，我看像咱那即马这个流亡政府伊咧插插你嘞，这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个情形，予大家知影。吼、哦，这第一条，那诗你着写诗，啊，咱着袂使伊里头是本，甲迄个麦克阿帅啊叫蒋介石派人来接收这个情形。咱即马吼，即知影嘛吼？1946年，即张大家拢看过嘛，对无？吼、哦，啊，这就是行政命令嘛，三个国家，吼、哦，英国、啊，美国，甲个加拿大海执行，啊，这拢上课拢讲过，啊，即张也看过，吼、哦，啊，这也知影嘛吼、哦？啊，过来，吼、哦，啊，你这是毋是自愿？我跟你讲哦，咱要去移民啊，走去外国去，你去走去倒一个国家拢同款，上头乎你什么？居留证尔呢？摕居留证几年了后，你没有犯罪，才会使去申请啊公民呢？是不是安尼？拢是安尼啦，咱欢迎。啊，这个时阵以后来的人，我来办身份证，办什么身份证？居留身份证，咱老家发行，吼、哦，伊唔是 TW 啦，吼、哦，伊是来先来办居留，啊，伊认同啊，咱的论述，啊，我们在啊，依照台湾权利。啊，人民啊，台湾人民啊，那么《权利法案》的规定的时间来办，经过宣誓效忠台湾，安尼伊乃使去取得啦。所以恁回去，伊那第二代、第三代有这个台湾心，你甲讲，我叫伊进来办，哦。叫伊赶紧来办，无一定讲是本土台湾人才来办啦。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因为他认同嘛。因为我们不能说，因为美国也无爱安尼啊。你认同，希望你留下来，可以你效忠台湾民政府，安尼也可以，因为你要经过这个。从拘留啊一段时间表现不错，那么你也没有什么犯罪记录，那么你再来办公民。因为咱即马摕身份证拢是啥国民呢？伊安奈发国民予咱，以前咧教册讲20岁就公民啊嘛，啊伊奈发国民，要摕了要国民。因为伊犯法嘛，袂使发公民也较犯法。哦，啊，这就是甲大家讲，哦，这好了，好大家系头拢头只步的啦。后来，哦，啊，这大家就是讲，那阮老爸伊那是日本时代的人啊，吼，啊，这吼，啊，有啊无，因为会使互你改啊。可以讓你改，啊，你要改，我可以改。哦，啊，如果要裝要改，哦，我看應該是工廠嘛，哦，一個工，啊，把它拆開。我的想法，哦，這不知道對不對，哦，我如果是裝要改到日本，欸，日本都四里的嘛，
系啊，日本的名拢四字嘛。啊，我若讲，诶，我要改，我要啊，无就会使一个工嘛，啊，再一个厂嘛，工厂文院嘛，哦啊，好类似，好大家做参考啦。啊，因为咱有诶本土台人走去遐吼，伊姓曾啦，啊，伊就讲曾根，我若会使讲用张根，根根啊。金就是讲，阮祖先留落这个金，吼、哦，就是张根，吼、哦，文言，吼、哦，啊，这吼大家做参考，吼、哦，嘿嘿，啊，大家去思考这个，吼、哦，吼、哦，系啦，系啦，嘿嘿嘿，系啦，嘿，啊，这吼、哦，这吼、哦，你，咱当然是，因为美国一直强调。解决咱台湾问题啊，从他啊国务卿、因国防部，拢啊加因的啊国务院，拢是用啥？用啊国际化、战争化，旧金山和平条约跟啊台湾啊基本法，吼、哦、来解决，吼、哦、来解决。哦啊、当然我们是、哦、依照东西赞成嘛、哦啊、过来我们过来看说我们这要特别注意哦，哦这要注意我们是要讲台湾人民的主权有自治权利这句、哦、我们是自治了因为李登辉咱足尊敬的，十三年做总统，做十三年的总统啦。阿扁啊，咱足尊敬的，做八年。李登辉讲要台湾省弃掉，啊，台湾省弃掉变成什么？台湾国呢？是不是？美国讲袂杀你，才变啥？动神啦、啊。要不能弃掉这个神啦、啊、神还有啦啊只是把他还有神主席耶你知道现在神主席什么人吗有哦你不要叫人说没有啊对新的市长哎林振泽都要跟我同事过了怎么说同事他如果是、啊、某一个大学他是同事啦、啊、我也同事啦不到顶开会啦他是省长呢省主席呢跟现在要来领省主席的钱呢啊有什么那些议员也有呢等于啊，叫做啊，伊叫做啊，审议员啊，咨询啊，咨询议员啦、啊，还得你按哪样钱呢？啊，所以李登辉就莫名其妙啊，讲哎、欸，啊，我要把台湾省废掉，啊，美国讲袂使哩，过来阿边啊讲，嗯，啊，李登辉袂使哩，啊，我先参加联合国。写资料扣扣上联合国，联合国退件，连开都无甲开，甲退件。唔爱讲啊，你好，你联合国就是上注重公投嘛。伊讲我要来公投，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啦，足惊阿扁佫出来啦。伊今出来，阁去补一空啊，足惊哩！所以讲，甲边个交代讲出来，拢爱掂掂哈，袂使哩。出来个，你是麻烦制造者，你阁啊担心吗？啊，你看，是毋是这个状况？拢搞不清楚啦，因为他不晓得台。
湾目前的状况，因为这都是美国占领，还有它是占领国，你什么拢爱美国同意。咱家虽然讲算出来，总统算出来，总统的就职典礼一定要美国总统的贺电没有到，不能就职了。有一个案子，我甲大家讲，迄阵啊，阿边啊第二任算到啊，啊，都时间要到啊，奈美国总统拢贺电拢无来，即嘛因为安怎？选举委员会啊，无打出阿扁啊选到的公告，啊才知影去迄个下心，伊去甲去总统府甲阿扁啊讲啊，你爱迄个叫做啊公告紧打出来，啊迄个贺电就会到，所以一挂遐叫做啊，反对的人啦，啊，遐叫做啊，罗斯雷啦，甲迄个叫做李庆华啦，拢去迄去围，买好打迄张广告呢，去啊弄破，迄新闻挂出来，大家敢有看到啊无？对啊，啊，迄就去甲打出去，啊，搁去用拆落，爱上甲翕一下，啊，嘿，甲打起，爱翕上翕一下。怎啊寄去哦？美国安尼就公告啊成功啊！迄个怎啊？奥巴马贺电就甲总统府去啊，伊才会使宣誓就职。啊，这有个人无咧讲啦，我讲给大家知影者。啊，即马，这个状况啊，美国家。俩这里讲，这个是国家机密啊！你哪会使下心？你哪会使甲阿扁啊讲？所以下心无外久就落台呢。有安尼啊无？有。这就是安尼啊，所以咱都唔知啊嘛吼。系啦，拢系啊。啊，所以讲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这个情形啦吼，啊，咱会去了解吼，所以讲，这咱袂使独立的啦，这是要美国，迄个他是占领台湾，他有主导权，你不能独立，独立就跟他啊战争啊，咱若要独立，伊就甲美国战争，哪有可能？哦，这予大家知影者，所以。太阳花，迄、那个咱顶年呀，啊，迄、那个3月30号，全世界太阳花都响应，啊，响应了后啊，美国惊到呢，讲哇，真少年呢，阿伯吼，咱也讲，要把流亡政府拉出去，啊，无先紧甲讲好清楚，到时，伊若安尼来围，安就歹解决啦呢，也惊着呢，所以，迄、那个4月3号啊，美国副国务卿亚太主管亚太的副国务卿叫做罗斯。发表下罕见来，这个可能我报道我有吼，咱来找这张，予大家看嘛。罕见的安怎？伊怎讲啊？伊讲罕见的要给台湾自治啦，这个报道啦，你看卖的，这唔是我胡白讲的，吼，大家看。美国治理国务卿，哦，罕见，哦，挺台湾自治，这就是什么情形？
伊这个就是啥？你看，美国支持台湾的自治。哦 ，autonomy， 这就是讲上面有人呢。啊，一个台大经济系教授啊，都啊有机会做阵啦。伊咧甲问啦，啊，恁台湾民政府，恁是要甲台湾带来去？我甲讲吼，咱都是要行甲加拿大共款。加拿大，你爱了解，加拿大是英国邦联，它上面有什么？英皇，上面有英皇，所以是啊，英国邦联。啊，因为我们就要跟日本变成类似英国联邦这个方式的对啦。啊，你唔知大家知影无？咱就是要行甲讲，咱是甲日本大日本的邦联。咱面顶有啥？有天皇，吼、哦、啊！这个知影嘛？吼、哦，好啊过来，过来，咱了解这个，得个真清楚啊嘛！哦，咱搁即马搁等来咱的答案的。地方，好、哦、过来，好、哦。所以，咱干呐，我都自治呢，咱袂使独立哦。一独立就跟美国发生战争了。好、哦，啊过来，好、哦，啊咱起码就是讲，这都是咱是日本台湾人嘛，好、哦，日本台湾人。啊，这个时阵啊，那个台北市长选举啊。啊，连战，因为伊去伫中国，伊讲伊是票来讲纯的中国人呐、啊，有哦，伊伫中国讲伊是纯的，因为伊生伫在西安嘛，伊讲纯的中国人啊，哦，啊伊即马因囝要选台北市长啊。伊讲柯文哲是一下黄民的后裔，啊，这就是对啊，8%，哦，啊，这就是因安啦，啊，过迄个侯伯村讲，咱还是黄民后裔，啊，无咱本土台湾人拢唔知影呢，恁什么人都唔知呢，袂使甲因酸。流亡政府的市长啦，讲得较明的是安尼尔，伊即句阁唔敢讲出来。伊讲恁是日本的后裔，啊，恁哪会使甲阮来选流亡政府的台北市长？我你大家去想啊，尾啊即句唔敢讲啦，唔只气甲讲你们是。黄民的后裔，啊，那要来敢抢这项？啊，恁大家唔知清楚无？啊，你，咱是日本啊，台湾人，啊，咱日本台湾人，那会使甲因选这流亡政府的台北市长？迄、那个连战要咧骂阿扁讲窃取，用偷的。来做迄个流亡政府的总统，有安尼啊无？啊是安那叫做窃取？啊，你都袂使来选流亡政府的总统，啊，恁遮拢是黄民要来跟阮抢，啊，这就是安尼嘛？你讲就是安尼嘛？啊，所以大家拢唔知啊，大家讲咱来讲这款话，啊，实际上就是。
这个问题，实际上咱边界去算，伊早都爱有一个小的国家吼，迄、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内底啊，迄阵啊苏联要互因选，啊，因推出的人，因遐波罗的海三小国拢袂去选，选起来去投票率啊，不达到差不多20-30%尔。到尾，因遐人民讲，世界各国都起来讲，因选举无准算啦。咱啊，大家拢卖去投票，投票率只是20-30%。咱来讲，因选出来拢无准算。到尾啊，因家己人民组织起来，怎推出来办理选举啊？选举以后。有90%，所以算出来，哎，这因遐政府，大家人民都同意嘛，90%几投票投出来，所以世界各国拢承认嘛。啊，所以讲，咱甲大家讲，卖去选举，就是有这个理由。咱也可以投票率降低50%以下。咱要甲讲，这个选举无效。第二天民无效啊，这就是一个关键啦、啊。吼，甲即马我知影，我拢无去选举，因为这选举无效啊。吼、哦，爱有一个观念，吼，大家清楚啦。吼，啊，这就是和大家讲啊。过来，吼、哦！你甲讲袂杀你吧，他都有讲过啊。哦，咱加拿大有法度做成日本的联邦尔吼、哦，大日本的联邦吼、哦，啊，不可以独立啊，成立一个国家。啊，但是加拿大那是在世界上都会用加拿大啊。迄、那个秘书长也讲，讲波多黎各一出。参加运动会啊，伊来用波多黎各啊，吼、哦，迄、那个名啊，所以这就是讲，我们虽然不能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都可以用台湾。是安怎即嘛？台湾派出的选手，拢用中华台北，应该上课大家拢清楚啊嘛。因为是流亡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啦，叫做中华台北啦。那咱大家人想无？啊，用台湾较简单啊，那用中华台北啊，就是安尼啊。你是流亡政府啊，因家己我家己讲，因是流亡政府啦。哦，啊这吼，咱起码也成立一个。哦、是日本的一个部分、哦啊、过来根据这、哦、台湾是否应寻求成为中国或中华民国一部分，这不可能嘛，是怎么不可能？咱要会记得说1945年4月1号日本已经、啊、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一实施明治宪法，他把在台湾选出3个参议员到东京开会，选5个众议员到东京开会，他参加2次世界大战。战死的本土台湾人跟你奉啊，甲你靖国神社创一个神位啊，互你遐因咧甲咱拜，伊迄就是叫做靖国神社啦，那用咱家的习惯叫做忠烈祠啦，
为日本建设创新为地中的词礼拜，对美国靖国神社礼拜。哎，对啊，就是日本的靖国神社啦，靖国神社干了日本有，靖国神社底下礼拜。咱你嘛，搁去想这点吼。八二三炮战，本土台湾人死偌济？咱家的忠烈祠有咧拜无？无啦，因为恁是日本的后裔啊，袂使入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忠烈祠啊。啊，这就足清楚啊！啊，大家都讲刷刷，你看差哈济吼，日本。他已经把你认定你是日本人，啊，流亡政府，啊，你是日本人嘛？二二八事件，为什么世界各国拢无吐声？去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战败国。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你一定要接受战胜国的命令跟要求，你不能来请愿、抗议、游行，机关枪架起来就跟你扫射，这都没人说，我第一个说，这要去思考这些问题。真正啊，伊甲咱改国籍，都三国出来抗议啊，违背人权，去请愿，啊，都无回来啊，判决啊，拢抓抓的手卷卷的，关淡水河落去。所以你去想，世界哪会无出来发声？啊，你是战败国啊！你自己说你是战胜国的，他就是跟你们误导。我们回归祖国了，你们也是战胜国的子民。而光复节了，四月一号是愚人节了，四月一号那是骗人的啦，日本天皇实施啊。这个叫做四月号啊，那个也叫做明治宪法在台湾，那个四月一号公布都是骗人的。那有那个愚人节，大家去思考，啊，佮佮你创一个光复节，这弄啥？啊，光复节迄个牌楼佮有美国民兵佮美国国旗啊，大家有看到无？安尼就足清楚啊，是毋是安尼？大家再想看看，真正咱遐人去抗议，遐拢白死的啊！你要去检讨，你是战败国的子民，只有接受命令，无法度。啊，恁大家去请愿，甲你几百、几百、几百，拢几百，甲你压力的怎啊？官员加加来滴，看一个时间，啊，无清气啊，甲你手卷卷的，甲你赶去淡水河落去。啊，这是事实啦。好，安尼，咱大家去想看卖。哦，啊，这过来讲吼，咱这就是要互咱选啦。你最喜欢的哪一个公民嘛？哦，啊，当然，有的人讲啊，去日本，因为咱是日本联邦。台湾和日本的联邦，啊，不然咱会使参加世界大会用啊，迄、那个用台湾，啊，咱这个旗啊，咱这个旗啊，已经四年啊啦，拢入去皇宫，啊，那咱
唔是伊个一个诶做子民的话，一支旗啊，敢唔发到好入去？100%无可能啦！顶一年，嘿，我伫网站看一个啥，看一支迄个民进党的旗啊，伊也去反攻，但是伊无安尼举起去啊。伊去遐人足济个，伊也超工要翕一张啊。伊讲，伊甲举出来讲安尼，人家翕一张，安尼讲伊啊。去那个旗啊，讲入去皇宫入去，无迄个是，咱这大家拢举伫安尼，拢举安尼入去。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事实上，日本足清楚啊，台湾就是他不可分割的领土。哦，啊，即马安倍要完成，啊，因在。因这些以前这些众议员啊，可以呢教育教教讲，咱也何必要遐麻烦？啊，咱的教科书都安尼写，啊，咱都战败啊，啊，甲台湾啊已经献予中国啊。两三年前啊，差不多啊，两年前拄啊有机会去因的社团。因为现在教科书一定会改，日本的教科书会改，哦，啊，因为安倍把这些众议员，因认为不要有自卫权啊，因这个自卫队啊，安倍迄阵啊，要让大家表决，啊，无过嘛，啊，无过，他用行政命令先通过，啊，即卖才甲解散，迄个叫啥？众议员，结果定算，即卖超过2/3，所以伊即卖一步一步，一定会把这个，迄个叫做废掉，修改这个。因的宪法，啊，美国也是支持他们，因为美国想要安怎？因即马上好叫日本天皇来处理台湾问题，伊的方式，我这个想法啦，哦，啊，类似琉球的模式啊，啊，当然我们去跟天皇已经。4年，他都很清楚了。那最近安倍也要派人来跟我们去谈，啊，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实际上跟现在拢足清楚，啊，是时间上爱一步一步做出来尔。安尼，拜托大家做两件代志，好唔好？第一。回去一定要去叫那些少年的，哦，从这个头前这些少年的，哦，去招他的同学啦，都招来上课啦，因为他要为台湾奉献打拼，时间要足长的，哦，啊，所以说去招这些少年的来，哦，啊，靠专业安尼，拢来参加，伊对咱台湾的奉献时间较长。啊，那从我安尼，大家你就知道我头几回，应该大家拢足清楚。我叫阿多山，叫卡江，啊，所以阮拢爱退休啊，吼，啊，互少年的来啦，嘿，拢互少年的来，吼，安尼吼，这就是。要跟大家拜託一點，第二點要再拜託大家，身份證啊，這是100%正確的，確定啊，接放那個影片，好啦，不然我們現在隨放身份證的那個影片讓大家清楚一下，這比較實
就是迄、那个。后来，这里好，对吧？从这里好来，三立的采访好。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又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黄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啊，这就是三立吼，报一摆尔，所以大家拢看无嘛，啊都。无看到暗的好，你家在咱有去甲 copy 起，啊无，伊安报出来尔，啊那迄阵啊，三日讲24小时直直报吼，啊大家就搁知影较济。但是我感谢三立，但是伊甲咱讲自制吼，家己做个身份证，它是美国制造晶片的身份证，好，咱即马即个身份证个迄个叫做。咱过来看一个，迄个现身说法，吼、哦，这就是现身说法。咱这是晶片的哦，啊是美国制造的哦，去美国拢会用的哦。好、哦，来看这里，好、哦，现身说法。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有灰灰熊干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都好。安尼大家足清楚，咱过来看讲啊，各有一面吼，咱去迄个关岛啦，哦，关岛伊来用，伊来去甲海关讲啊，都我几摆啊，会使要做一个啊，来做一个证据无吼，啊来者迄、那个，伊、啊、讲好啊，啊你看这关岛入境的戒因啊啦，啊因为出境伊就无个登因啊啦，啊所以这大家。看，就足清楚。这个用这份啊，伊要关岛的海关叫啊，关岛什么人咧管？美国咧管嘛。好、哦、啊，今仔入秘书长甲你讲，咱即马这张啊，去世界拢会用的安尼，有啊无？再去嘛吼。安尼大家有欢喜无？啊有要袂听的无？即拜托大家甲催落，叫伊紧来办，安尼好唔好？好，感恩啦，感恩啦，哦，大家，嘿，感恩吼。啊，咱这个，啊，咱即个阁转来题目。哦，咱的迄个做这个啊问卷啦、啊、吼，这个民意调查的问卷吼，啊，咱过来，这吼、個，因为看你爱倒一个，互你选，你无可能美国无爱互你，波多黎各，伊都讲要成立一座州，因才50州尔呢。参议院、众议院通过，他不再增加一个，所以无可能嘛。哦，啊，咱即摆就是啥？维持现状，可能会足侪人听讲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你得包死个啦！你看，迄个叫做流氓政府。伊个负，迄个做啥？迄个做负债吼，偌济呢？迄个阿扁啊做8年，伊即马也超过阿扁啊，啊无啥物建设啊，真正确实差足济咧。啊，好你家在，天佑台湾，是哪叫做天佑台湾？别行啊！啊，那叫做别行，定心。中国派定心来吃，要来甲咱毒死咱这的本土台湾人，足济拢大肠癌的。啊，大肠癌唔敢公布啊，数字唔敢公布，迄实在。好你家在吼，我往走去外国一站啦，啊，但是我回来我10几年啊吼，我加减吼有去食着，但是阿弥陀佛咯，真正天佑台湾啦吼，才会定心爆出这个代志出来，啊哥，咱迄个要做啥？人叫可可姐啦，吼、哦，大家知影无？系啦，所以可吼，拉累，哇，这直直搏，啊，实在就是门神啊，足清楚，啊，足清楚，讲者较简单，我本身啊。我有接到交通部讲，迄阵啊，
要迄个要做啥？伊要设迄个要做啊，算讲，伊突然话有咧收会员嘛，高速公路咧收会员，啊，若要佫设一个讲啊，你啊走即空，你若是去甲大同啊，你就会使走即空 ，EDC 啊走即空过安尼。迄阵啊，内底都有问题啊，啊，大家出问题了后，交通部征求我是工业工程委员会的审查委员啦，甲征求讲我要去审查这个案件啊无？啊，我迄阵啊拄啊伫学校吼，伫某一个大学咧做董事，吼，啊，佫是迄个迄间校甲聘请讲座教授啦。讲座教授大家唔知影无？迄个甲教授啊，啊，佫退迄个年龄都超过啊，啊，佫去哩，都甲你请讲座教授啦。啊，我是讲座教授啊，怎啊？我甲阮董事长讲，啊，即马交通部叫我要去审查，我来好啊，吼。伊甲我讲，啊，迄卖啦，迄度有发生这个舞弊啊，你要去遐创啥物？啊，事实上，我是审查委员，我是要讲较简单，我是专家学者啦。我的即马这个身份就是专家，又是学者。大家用脚踏有想哪知，高速公路都起好啊，敢那设一个扫描器，叫人去啊算钞票，叫财团去啊算钞票，把这些收费员把扔掉，连要照这个契约来实行也无。早就无照契约，早就收归国有，啊，唔才对，唔是啦，真正足可怜的。咱看到遐个收票员咧抗争，实在看到真的流目屎。啊，这就是安怎？这若无甲财团挂钩吼，什么？伊按算讲，迄个要做啥？交通部长讲想可能无通做啊，即卖要啊，迄个已经辞职啊，迄个要怎啊？江宜桦辞职啊，伊讲高铁怎啊会倒？啊，即卖讲话，迄个要做，即卖这个毛治国以后，即卖讲高铁未倒啊。只要交通部长他无换嘛，讲未倒啊。伊若爱落台，伊就讲会倒；啊，免落台，讲未倒啊。啊，你看遮个，咱头脑较清楚的，高速公路拢起好啊，叫一个财团来咧收钱，啊，包赚的啊，政府家己唔来，家己设，去收就好啊。干嘛安尼？莫怪柯批会赢，柯批甲咱的思想同款。咱的宗旨是啥？啊，来看咱的宗旨，因为咱是来普通咧上课吼，我拢会甲先咱的宗旨先讲，因为咱的主张大家拢知影嘛，这是咱的宗旨啦。咱要做什么？一切啊，为百姓设想。可比讲，人民要的，你就照人民去做就好啊。啊，那个十二年国教，哎，教育部长讲去甲可比讲，啊，人民的不要啊，你硬要这样，唔才甲讲。我还有四年，柯皮公，我当市长还有四年。啊，你教育部长，
到什么时候明天可能给你下台你都不知道了。啊，所以科比也算了遐好，实在这拢是啥？天佑台湾。那么安呢？科比出来，因在流亡政府在拼死恶、拼死啊贪，因安怎？伊按算要落跑啊嘛。伊按算要落跑啊，所以咱即马来看，伊要落跑诶，要做啥？迄个单位拢咧撤销啊。咱来看落跑单位诶资料啦。这就是讲少年爱上网去看，吼、哦。咱迄个要做啊？全国啊内政部诶，这全国法规资料库上网去看。家拢安怎呢？拢咧撤销啦，吼、哦！这下，这你看，这拢啥？废止国防部啊总政战作战局的组织条例，拢咧废止啦。上网去看哈。后来，你看，这个单位拢废止啦，啊，就是要落跑啊。哦，啊，我头拄啊，甲大家讲啊，我那研究生咧上课，我拢叫因爱带笔电来，怪要求。莫讲哎，啊，这个教授讲话讲甲嘴甲全破，但是拢无影无七只。我讲甲遐恁上网去看啊，啊，我若教恁讲，恁即卖有大来人，恁就去上网啊，哦。啊，上网去看就知影。头拄啊，你看头拄啊，这个全国法规的资料库，啊，拢删除啊嘛。啊，这就是，啊，这个足新鲜哦。这看了，咱再过来看一张。哦，这拢是啦，直直删除啦。啊，我这歹势吼，我无过真，迄、那个真叫做真版啦。因为迄阵啊，迄个时阵有遐济，我都。遐侪无够加薪诶，落啦，较歹者。啊，大家都爱上网去看，都几百个啦，拢删除啦。啊，都要走路啊，都爱删除啊。哦，过来。哦，这拢是啦。哦，啊，大家爱也爱用个做电脑。哦，啊，安尼要甲人讲吼，足方便，叫伊去上电脑去看都。啊，你若大家翕翕袂，转去开好看。哦，啊，这就是遐济啊，实在遐济啦。哦，啊，这你看，这叫做哦，留在哦，在台湾吼、哦、的中华民国政府各单位单哎，迄、那个行政组织拢是废止啦。因为伊这公布出来，咱才安尼讲，伊才赶紧去甲美国国务院讲啊，拜托你，拜托你，今年吼、哦、上半年啊吼，啊机啊，互阮先出去，安尼啦，伊才要甲阁骗咱本土党人，伊讲阮哪有要走啊？美国国机啊才先出去咧，安尼大家清楚无？嘿。伊讲美国，你看，阮那甲美国较好，阮那要走，啊，伊这都家己公布出来，啊，要去骗咱遮个戆百姓啊，所以讲国旗也升起来呢。啊，你甲问讲，伊迄个五月二十个旗啊，伊照主那用迄旗，啊，那无同款。好，这大家去思考吼。好，啊，过来咱搁个看，迄足济个啦，啊，大家爱搁去上网去。去补较新的资料吼，大家拢会得去查。好，啊，这安尼吼，这你看，搁看吼。咱即马就是美国要做代志，拢有计划性。原早，要未韩战以前，迄阵啊，美国是要叫孙立人来接管台湾。孙立人事件，大家唔知道知无？
再牙就得好不好？哦，啊，我较少嘛吼。是丽人是留美的官校，去留美国的官校，伊出来讲长圣经啦，啊是足，我足好个啦吼。麦克阿帅吼，过去第七干脆甲讲啦，讲今日就蒋介石啊不稳啦啦，要甲换落啊，互你来接。啊，甲讲了后，伊转去讲去甲蒋介石讲啦。蒋介石才惊着讲：“哎呦，好你家在你来讲，啊，无我才去用换落。”因为迄阵啊，都甲菲律宾拢讲好啊，叫菲律宾搬一个所在，和这个流亡政府的高官甲因遐过来这个部队啊，去带到菲律宾。啊，甲孙立人。叫要来接孙立人，搁去甲蒋中正讲，所以这个迄、那个叫做冷静呢，甲冷迄个甲系冷静，啊冷静安怎呢？去关伫台中的迄、那个啥模范新村遐一个农场啦，迄24小时外口有一个点啊，迄点啊就是啥，拢是遐、那個。调查局的国防的安全单位底下咧，搞遐两间店啊咧。出来，我本身是我台中人，我知影迄武汉新村遐两间店啊。啊，孙立人去住底下，伊讲啊，你话足忠心的，你过下来甲我讲，好啦，互你死你免死啦，你怎啊来遮甲你关起來？哦，啊，这就是这个故事，所以讲。美国拢有计划，啊！即卖美国已经甲中国讲好啊，因为伊甲中国已经签迄个一化啦，一化就是国共怎么样和谈啦。恁即卖会使转去啊，转去别甲你清查啦。以前是要别签一化，迄阵还是咧对立呢。哦，所以才安怎？美国甲中国讲，啊无安尼啦，恁有法度搬一个所在，互遮个流亡政府遮个官员，啊无爱住台湾遮个人，会安迄个怎啊？等于伊个这个最后个怎啊安身啊立命的地方，互因住者安尼，啊到尾啊。中国讲好了，啊，无这个吼、哦，离台湾较近啦，叫做平潭岛啦。中国哪会要答应？中国也足巧呀，伊无答应。咱遮呐200万人要走去上海、四川啊、山东啊，这个叫做河北啊，这个贵州啊，这个叫做陕西啊，是拢。走走去，各位都在去革命，他就死了，是不是这样？他说这样来，你们都来走来这里，平潭给你们住。平潭给你们住，他这都是海岛，他这，你如果在那里去革命，这个桥给炸掉，你们到那里闹，就给你们去闹，对他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乌白走，200几万人乌白走，走到遐伊啊，遐咧去革命，遐去革命，遐去革命，哎，都他较冒咧烧啊。所以讲好啊，啊，恁来住遮，啊，拢讲好啊呢。后来咱了解者来看平潭的情形的影片，予大家知影这里吼。来，
面呢，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好，现在很多人呢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娜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好，咱今晚要来受害的台湾啊，人哈在那边投资受害，好大家看者。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县平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
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好，我阁要补充一下，我的亲身经验，差不多应该四年外前嘛吼，应该四五年前，我是仲裁人。仲裁人，您大家唔知知影无？仲裁人，诶，仲裁吼，我是仲裁人。啊，仲裁人诶，取得吼，就是一般是律师啦、检察官，啊，加迄个法院诶，叫做法官吼，你拢会使来参加。啊，若毋是吼，你是爱大学讲迄个做助理教授以上，伫学校教三年啊。因为即马助理教授拢是博士以上才是助理教授嘛，过三年吼，伊就会使申请副教授嘛。哦，你有研究发表，也会使申请。这个阶级的人。会使来申请参加仲裁协会的授信的课程，从安尼大家拜六礼拜来授信。啊，授信吼，我的印象应该是授信加四拜，拢用拜六礼拜。了后，搁一个考试，要七十分，考了后有七十分啊。把我们这些资料和我们考试的成绩送给、那个叫做那个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巡查、啊、我是其中的一个考试有过啦、啊、这个我是仲裁人、啊、刚才要办一个跟中国北京的仲裁协会一个研讨会啊，咱迄阵啊，我都去啊咧。我伫研讨会，我甲问讲，为什么因迄个做啊人民大法官吼、哦，人民的法官啊，因咧要做北京啊迄、那个法官吼、哦，因来，我甲提出问题，我举手甲问讲，为什么咱？台商去遐，甲因打官司拢判输，伊安那个回呢？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恁大家听看麦。违背中国政策，拢判输啦！啊，头拄啊，迄个咧讲拄啊，甲我讲很多下输下输啊，是毋是？啊！都因法官安尼甲我讲啊，啊！我只讲想到伫国外时啊，因伫上海的人走去国外去，按我咧做生意啊，因为我伫国外嘛有工厂啊，所以有咧甲阮买物件，我甲问讲，欸啊，恁对台湾的看法安怎？伊讲安怎讲呢？阮伫小学的时啊，课本甲咱讲安怎呢？讲台湾因伊承认嘛，讲台湾比中国较好，是安怎原因？因讲，蒋中正把我们的黄金都搬到台湾来了啊，当然台湾会比中国好一点啦。啊，他为了要制造一个仇视，细汉的时有这个观念，伊就仇视下，或你。台湾把我们黄金提去，我们在那里拍过，你们那里比较好过，
有机会，我特别宰你啦！我想要制造这个仇视的观念，和咱台上去遐，确实都被宰。这就事实啦。哦，这是讲一个补充，和大家这个了解吼。恁的朋友吼，爱甲讲，底下若有紧有趁钱，乃使偷回转来吼，紧回回来吼，其他怎放来给伊？那个性命留咧较要紧。迄有诶安怎呢？有诶讲，台山的头家转来啦，转来伊都爱放迄个春假。休较久嘛吼，过年休较久。因遐个干部敲电话来啦，讲老板啊，公安说叫你要去报道啦，请赶快回来啦。什么代志？恁会知影未？伊讲，你的抽屉里面有毒品啦。公安查到了，我你死啊你！咁伊边去证明讲伊遐无摕毒品，伊即爿讲查到有毒品啦。迄就是你遐职员叫你讲卖转来啊啦，怎啊公司现我处理就好啊啦。这伊敢敢转去？甲公安讲好啊咧。不然我们来三十一，你知道吗？这就是这样嘛，你所以说，要跟你的亲友说，你现在在那里有赚钱，赶紧回回来，生命留下来比较紧，不然到时你会做一个东西，这就是这样，没办法啊。咱遮个，搁讲一个理论，予大家清楚。大水池佮小水池，大水池佮小水池的理论啊，遮若一窟大窟水池底下，遮若搁一窟细水池底下，那个拍通落去，细窟水池的水拢啊流流去，什么大？窟水池下去，就是台湾是小窟水池啊，那边是大窟水池啊，甲拍通去，是毋是台湾直直四类水拢流流过去？这话足简单个啊，就是要用骗个啊，伊即摆用武力没有办法，伊即摆要用啥？用。用 email 啦，我来找，咱来看讲，伊伫联合国吼，用 email 的方法吼，伊即马用武力啊，要去解决吼，伊即马用 in 的吼，咱的资料内底吼，或 PowerPoint 内底有吼，可能有这款吼，用，这里吼，这大家看嘛者。6月16日，因为讲钓鱼台的代志啦吼，伊安尼讲，伊安尼讲，安怎讲你知？伊伫联合国的狭带附件里面吼，宣称啦，有钱收服台湾澎湖，这甲世界100。40几个吼，咧讲，伊安怎呢？伊一个附件内底哦，这就是啥？报煞讲原因的啦。伊用武力没有办法取得，我们已经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伊起码就是要用联合国的这个方式，甲小朋友讲，甲这个小国讲，你若投票，我若提案，先说予恁知影，我若提案，恁大家就同意，
啊，我到恁个国家，甲你建一条高速公路，还是建一条高速铁路？啊，这些小朋友的国家愿意啊，无愿意？大家若愿意，台湾甲朋友甲阮也无关系啊。但有啊，甲转一个囡仔，你都啊，甲做一条高速公路，还是做一条高速铁路？安尼大家若无啊，有诶，当然去啊，咧起一个机场予伊。啊，所以伊就买，一直买得成功了嘛。哦，类似安尼啦吼。啊，这实在是虾米情形呢？啊，过来看。看几分？应该是2009年啊。起码来看这个习近平啊，迄阵啊，也未做啊总书记的时啊，副总书记的时啊，去美国甲讲，伊怎啊到日本要见天皇的时啊，啊，甲天皇讲。哦，因为上头，这咱哪会知？因为伊要去见，伊甲外务省，伊甲外务省讲要见天皇啦。外务省甲回讲，你要见天皇啊，半年前都要安排呢。啊，阮哪有法度甲你安排啦？伊敲电话阁转去美国，叫美国安排。啊，美国甲安排了后，伊才见到天皇，讲，迄阵啊是副总书记哦，伊讲啊，阮。中国经济较好过啊，阮要来甲你买台湾。啊，日本天皇讲，啊，阮祖先从来都无咧卖物件，你要来甲买。啊，讲无20分，啊，就再见啦。啊，这就是啥？这是美国甲咱讲，咱才知啊。啊，就是有没有办法用战争取得？绝对无可能，所以因即马唔敢讲吼。以前朱镕基伫咧啊，好讲，等军头部讲，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即马因知啊，我唔敢讲，即马讲啥核心利益啦，讲台湾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啦。哦，啊类似安尼，吼，啊，搁要搁看一个报道。迄、那个金溥聪，吼，伊吼，金溥聪伊伫美国转来了后啊，伊甲马英九讲，大船离港啦，嘿，即句话，啊，细汉的时，我拢去听着讲，大船入港，有安尼啊无？迄阵啊，大船入港是啥？美国载一挂啊，迄个美元嘛，美元啊，吼，迄牛奶啦，啊，牛奶粉啦，甲这个做啥？米粉啦，哇，几百个大船，大家足欢喜的。这啥？这个是啊，林静安吼也报道啦，这是6月16日，伊拄啊转来，娘，甲。马英九讲啥？大船离港论，啊，这里甲合起来，啊，唔是要闹跑啊？啊，这就是事实的代志啊！哦，啊，咱这拢会足清楚。好，搁即嘛，要过来。讲较近代的叫做情形吼，诶，代志予大家知影。咱来看李登辉总统最近的诶表现吼，咱来看伊最近的表现是啥物？来，伊讲你选输啊，啊！不是干那辞掉迄个党主席尔，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尔。你爱甲总统啊做一届试试咧，
啊，你若无时啊，就是咧阻碍国家的进步。伊伫皇家大学，迄、那个时阵是虾米时阵？咱来看，哦，这个时间吼、哦，应该啊，12月16日。从那算了嘛，对不？算了，伊讲安尼啦，吼、哦，讲在试试，过来看，伊个脸书开炮，要马辞掉总统，12月7日。啊，这拢唔是我咧讲的，拢会我都去查，所以。恁会使上网去查，哦，拢去查，说不定即马有人先去查，会查无，袂着人时间较久才查无，会安尼，吼、哦、啊，即拢有时间吼、哦，来，过来，这就是什么情形？要甲大家讲，这伫李登辉去日本。回来了后，10月29日，在中正大学，要授颁荣誉博士。啊，伊发表的演说，伊讲安怎？讲台湾应当彻底终结外来政权。伊出来，伊拢袂讲，你知？伊讲啊，不要讲流亡政府了。伊讲啊，流亡你是流亡政府的总统啊，就拜听你啊，伊也无呀。哦啊，所以讲啊，爱即爱终结，伊那起码遐好大。哈、啊？哦，伊无做总统啊，遐好大。哎、欸，伊要按呢，伊要按，要按滴咧呢，挑工，我搁甲起诉呢，搁要。搁较旧呢，伊尽量唔爱学讲话啊，啊，但是伊啊，伊那遐好胆，啊，去见日本天皇见过啊，伊转来就好胆啊胆，对啊，啊，我这是吼、哦，照最近的阿弟哩看了，伊就怎讲，伊去见日本天皇啊，来，过来看吼、哦，这10月29日吼、哦，啊，伊要做。九月底遐去见到日本天皇嘛，后来咱过来看，伊去见天皇了后，日本安倍晋三的经济教父叫做滨田弘一，特别为美国甲叫回来，迄、那个。安倍晋三甲叫回来，佮叫伊来台湾，甲李登辉去讲什么？讲从日本的经验看台湾的未来。啊，这咧讲啥？大家去思考啊！啊，对吧？哦，这咧是安倍晋三的教父，啊，我甲查。上完去甲查，查这个滨田弘一甲查落，哦，啊，就是安倍晋三的老师啦，经济学的老师啦，啊，本身是伫 LA 著名学校的经济教授、经济教授。恁大家有查电脑来，恁就去落去甲查，哦，恁就足清楚。啊，我咧补充，啊，恁若落去查。啊，这是什么时阵？干那这场呢？伫美国，过来日本，啊，佫叫伊来台湾，甲李登辉总统10月25日，啊，干那讲这场呢，啊，伊就佫转去。啊，这大家看到怎样？啊，这年轻人，这白讲，伊这就是门神嘛，吼，真的。这你看吼。迄个要做啥？因的想法讲，迄公务人员啊吼，诶，输分1.7亿的盈余啦。好，啊，即卖即个来，日本甲邀请
九十二岁啊，去带，去要去见天王嘛？啊，伊先去台办，伫台办讲啥？日台是命运共同体。安尼是毋是李登辉先生已经拢了解台湾的真相啊？伊毋才会讲啥？命运共同体，哦，这就是命运共同体。过来，伊去东京，即马是先讲日本，即马东京，即马咧报这个安倍晋三啊啦，哦，李登辉讲不能把国家的生存权交给别人的手里。生存权交给别人的手里是安怎？安倍晋三要修宪，伊要把迄个自卫权啊，自卫权取消，那侵犯到我的领空领海，我就甲你拍落来，船就甲你弄落来，飞机甲你拍落来。以前唔是啊，伊干那防卫队尔，欸人无甲你拍，你袂使共拍，煞去互白死个啊！啊，伊即马咧讲啊，伊讲吼，叫日本讲，恁的生国家生存权啊，交予别人个手里，就是咧讲安倍晋三啊，伊啊要废除这个叫做啊自卫啊权。哦，啊，要甲改造军队，啊，要甲废除这个这种宪法。但是众议院无通过，他用行政命令改拨一个较大的，甲众议院全部加议员全部议会啊，国会的议员全部辞职解散。从前，安尼有好打无？有好打啊！这拢美国咧斗三工啦，这美国咧斗三工，吼、哦、啊！我拢算过啊，三分之一安尼，吼、哦、啊！当然，这个是伊过来啊，伊来台湾啊，都阿咧讲，哎、啊，伊这是行较刺激、较刺激吼、哦。事实上，他的标题已经公告嘛，从日本的经验看台湾的未来，啊，这是私下可能去讲啊，惊较刺激啊，而且跟讲啊双边贸易啦，啊讲啊类似，你看安倍经济教父，有无？滨田弘一，起码才安尼咧讲咧，哦，啊伊这啊事实上啊重点唔是遮，重点伊是我拄啊坐迄个捷运，台北捷运，我看到这个广告，讲哦，这个是。很好，我就去甲翕起来，啊，翕起来，就是有这个状况，啊，这整个逻辑看起来都很清楚啊啦，很清楚的啥，国防部啊，要搬一下，大主啊，啊，这就是事实啊，哦，啊，这就是事实啊，这种要搬出来，啊，就是讲。那个大船要离港了嘛？哦，好、哦，这个情形，哦啊，这咱过来看这吼、哦、大船离港啊吼、哦，这原因的，哦，伊讲予咱数字咱来看了，哦，这种看了，哦，伊咧看，日本集体自卫权要解禁。和海外动物，啊，咱事实上吼，迄个台湾甲澎湖啦，安保条约就包括台湾跟什么澎湖，安保条约，这都是安尼啊，啊，好来，
集体自卫权解禁后，台湾就遭受日本的遭受了攻击，日本可以派兵抢救，安保条约。这就是大家拢清楚啊嘛吼，这咱知影，这也知影，这他都啊讲过啊，吼，这就是咱这官员拢咧作假呀，这就是太阳花拼入去行政院，这个美国啊射锁入去啦，个中文个看有哦，我入去。花底甲开起来，讲看到这啦，讲咧造假啦，点约吼，这官员都在吼、造假，吼类似安尼，予大家看这里，吼、这地大家话拢足清楚嘛吼，哎拢系啦，这拢足清楚，这确实，咱这会发多讲去拜天皇啊。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是日食美占，美国占领，是台湾是日本天皇所有，美国还主要占领全国，这就大家吼，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感谢大家来上课，一定要拜托大家。两件代志，搁重复一摆。第一啦，介绍少年的来上课，吼、因为伊以后要对咱台湾未来子孙做较久的代志。第二，爱叫大家来申请身份证，这个身份证。确实足好用的。我听一个信息哦，我即马在咧想讲，要来查迄个到底是啥。若有机会，我才咧想讲，我要叫伊来现身说法者。伊讲安怎咧？讲摕咱的身份证啊，参加旅行团去伫美国啊。美国伊要过关卡吼，甲要坐飞机要。国内转机吼，拢爱安全检查呢，足麻烦的呢。伊讲，咱迄个同心吼，迄个旅行队内底，干那伊一个去到遐要安全检查，伊讲好啊，无即来试看嘛。摕咱的身份证，入去去要看讲，哦，这个，咱，伊，咱迄是USMG。UFMG 就是美国军政府发的，伊讲安尼你，安尼去边啊？你安尼会得过啊？免检查怎啊得过？我才咧想讲，找机会过来问看卖，我要想办法啊，叫伊来遮现身说法，好大家搁较清楚。所以100%。咱这个身份证是正确的，爱会记得哦，晶片哦，要办去，莫去个办迄没有晶片，迄无路用啊。爱去甲大家讲啊，来办晶片的身份证，吼、哦、安尼，今日就到这，感谢大家，感谢。